睡不过，那我应该会被提醒的吧。眼睛坐在这里播，那我怎么能睡得着啊？你给我在这里买张沙发床。或者在这里给我买个按摩椅，我在按摩椅上面睡也可以。我想吃薯片，我想吃那个泡菜味的薯片。要不要去抽卡？哎，不对。手上，但感觉好像今天大家好像都不会来了。今天播的太晚了，但是呢，就好像我播的早，就好像会有人一样，也不一定。我是不是很有自知之明？我是不是很有自知之明？我发现我以前喜欢吃的东西，现在不喜欢吃了。我之前好喜欢吃这个啥自知之明。谁不会来接，心里都知道。我说了呀，我只不过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
天哪，现在这个沪上阿姨好拼啊，她怎么这么晚还在营业啊？这么晚还在营业。是不是是？不是。其实吧，不喝也行。我太放纵了，是不是不好呀？你们最喜欢喝什么牌子的奶茶？半场结束0-0，现在已经半场结束了。